草屯疗养院为着要让福建中心的精神病友会当融入当地社区，今仔日是伫草屯玉皇地来举办种树啊爱地球的活动。而除了种树啊以外，现场无安排手工艺活动，希望透过活动的过程，和平众来看到这群病友努力复健的决心。在大家合作之下，共同种下一丛又一丛，向进着希望的树枝。实际来投入到全心台保佑时，也要促进福建中心精神病友和社区居民的活动。社区复健中心的学员，其实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稳定治疗之后，他们精神状况很稳定，他回归到我们社区是对他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我们精神障碍朋友其实规律的在服药，还有就是接受一些复健方案的一些训练，好像一些独立生活功能啊，然后人际的训练啊这些，好，其实他们会慢慢恢复跟他们可能有一些病前，就是有一些他的一些能力。在朋友努力复健时，也希望得到社区的认同。因此，草屯疗养院复健中心透过每年不同款的活动，鼓励朋友加入人群。这边佮配合种树啊爱地球的主题，邀请玉皇里的里民到底来参与丰富的内容。好，你边那会避震案呢？哦，这就是阮个这些。正趣味啊！有迄个啊，都啥？有这个机会啦。来遮研究遮趣味啦，啊，猪头啊，阮拢咧做猪头，无法度做这個，袂歹啊，那都教袂歹啊，还好啊。大扫除哈，伊嘛跟融合在一起，我们用社区跟他们融合在一起，就是整个玉皇里这边的那个环境大扫除，哦，这就是讲阮平常时啊，伊甲阮的互动相当的好。尤其最近一挂社会事件，引起大家对精神病患极大关心。草屯疗养院希望建立民众对精神疾病有正确认识，作为鼓励这群努力复健的朋友。记者：吴欣，差不多。